华虹七月份的营收在产品出货量增加的带动之下，单月营收回升到9.7亿元，月增达到3.6%。随着中国大陆电视面板还有相关零组件备货增温，市场预期华虹八月份的营收应该有机会挑战10亿元，月增率大概会维持在5%以内。